为了你，我可以牺牲所有人，可以牺牲自己的青春。既然有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原因让你没办法拿下大野集团，那我来亲自帮你，我绝对会在最短时间内让你变成大野集团新主。对啊，我陪我去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提一个东西去。地产大亨被我少峰的机密资料在哪里啊？干是这個？辛苦比这个。少峰，少峰，你慢点走。少峰，你慢一点，小心小心。快坐一下。你都喝这么醉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回家休息啊？我想我无饮酒醉啊，我要回去和阿妈还有我妈看到我今日的烦恼了。你帮我看你叫醒酒汤给我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先休息一下。嗯。这是少强女朋友的东西吗？怎么在这儿？黄武雄？难道他是黄心怡的爸爸？就甜，阿平的，我今日还是困饭店 VIP 房间没好啦。好，那我扶你过去，小心，慢一点。何丽拄只遐话，什么意思？刚刚伊甲毕世爸的代志关系